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赞为您带来的《熊浩的一个风云再起的实况对战解说》。这场比赛由一匹老肖对着一匹小小看双方精彩的决，两边是一主两问的选角比赛啊。那他们首选的角色呢，那都是临时赞助的啊。但是大体规则呢，就是一主两问，首发真七对战八神，来吧。八神这边好战地墙开 BC， 真七这边要破防了，无奈只能连续的交资源啊。但无限系嘛，对吧？也无所谓了。跳 CD 破防，可惜没算准，尴尬了。这小小这开局的狂攻确实对吧，让人眼前一亮啊！这时候下 B， 可惜没有形成连断，没关系，跳 C 带入，直接对刺到一 P 的站 A， 带他走，漂亮！小小这手逆转攻势啊！就以往的比赛都是老肖进攻，小小对吧半攻半防，但现在啊，小小是彻底放飞自我了。没错，看一下双方八神内战，来跳 C， 哦呦，老肖很凶啊！开局，哦呦。但 C 出康，可惜对手是滞空状态，被缺凡。新原因升龙三循环，八句你拆化直接收掉啊，收不掉。但是也差不多了，反边看怎么择。起身直接大引跳啊，但是出不了板，可惜了。好的，原地小跳 B 直接对刺到 EP 的前引跳，带他走。好家伙，老肖这局要被穿三，八神，好的漂亮。刚说完啊，刚说完，行，带他走。那看下一回合，这小草也是暴脾气，对吧？开局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前小引跳落地前些重腿啊，我就懂你重，对吧？这一下呢，你无论是后 AB 还是没防住都不行啊。看一下，好的，延迟下 B， 但是可惜连断失误。小草这边还在找节奏。有 B 票，两 mix 大蛇中断吃啊！这时候裸 AB 躲开 EP 的荒摇，这手升龙洗车超热翻机，好的裸 AB 躲开 EP 的升龙，但是这手重拳六 A 没有后续连断，这手升龙对刺到 EP 的闲跳重腿，好家伙，两边这一局都是火力全开啊，节奏很快，没错，有一方跟不上呢，那势必会万劫不复。这就好比一场华尔兹，对吧？你要是跳不好呢，那肯定踩对方的脚。但是格斗游戏不同，对吧？你跟不上节奏，这惨的是你自己。差不多，哎，罗伯特，哎呦，前跳被升龙。哎呦，这空中变轨想做什么？没看懂啊，没看懂。但这下没有一套带走，罗伯特裸 AB 过来直接升龙，可以的。但这边想六 B 则中断，直接被一 B 升龙了。好家伙，老肖这局草地精反三啊！无他，唯手熟尔，对吧？没别的，就是对吧？习惯了，哎，看一下双方。哎呦，突然又赞助必选温妮莎啊！老肖这边赞助比较多，没错。看一下首发温妮莎内战，来吧，要 C 过来摆拳，还能不能见到哈喜啊？哎呦，前前，哎呦，这手前前追 AB 或者三刀，中招了，可惜没有确认啊。这真是胆大心细，看老肖找到机会，这套 BC 一套带走，没有任何问题。Max 超杀收尾，带他走。那看下一回合，啊，这温妮莎这背景设定不多提的啊，这是女强人，对吧？看小小这是 Andy。哎呦，好超杀，这直接裸要还血了吧，应该不是无规则啊。还好这 Andy 这手超杀并不是很痛啊，老肖也是表示可以接受，漂亮。这手带不走呢，还能再接个隐藏，哎，隐藏是可以追地的。看一下小小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猴子，猴子要反三，虽然是有点难啊。漂亮，连续的底半进攻，利用对手的受吸硬直，加上自己的有力加身呢，去做断连啊，去做尾连，去做日则，对吧？都是一个道理啊，都是一个意图。没错，搞对手心态。哎，老肖这手发神，计划第二是赌中，这猴子基本是没了，哎，出不来了。哎呦，这八神。但这手下重腿是想做什么？没看懂啊！小小直接一波能量闪身，反制，太狂了啊！这手裸杀被揍，哎呦，
应该是失误的啊，我猜应该是响声龙，对吧？摇太快了，手一抖，对吧？就出错招了，可以理解。看一下一批的金加帆，哎，声龙相杀可以接受。哇，这猴子好凶，这局不会要真要反三吧？看一下老肖怎么说，下地相杀，这局要被反三，对吧？那不多提了。那自己的面子都没了啊！升龙可以的，但小小感觉突然不行了。这手三刀，好跳 C 逆向，可惜落地没连上，好裸 AB， 完了。行，可以，可以的，搞得不成啊！比分1-1。看赛点争夺战啊，来吧，首发一就是温妮莎内战啊，跳 C 过来，好后 AB， 哎呦，这手后 AB 插合打得不错，这下没跟跳 CD， 很明显想找日泽啊，但是反而前冲的被老肖反制了，瞎火送了一波快递，很痛。然后反身躲开对手的中断则，好的，下一点带他走，舒服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拿捏啊！哎呀，小小这手马克西玛，这局赛点如果小小又能拿到，对吧？那老肖绝对是非常愤怒啊！这马克西玛基本就是送的，这角色确实性能太差，要什么没有什么啊！要连段没连段，要伤害没伤害，要波没波。看一下小小这手猴子，还是要把所有的宝全部压在这个猴子身上啊！找机会吧。哦呦，这猴子好凶。哦呦，可以的，但是仅此而已了。这手对空打得不错，落地直接 mix 超杀，很明智的选择啊。这手落地如果还要贪下 A 呢，那估计是打不全啊，打不全。看老肖这手八神，好哇！这一手后后百合折谢方帅呀，就等你过来呢啊！才华直接怼，一套三两套死，怎么则？这基本是没了啊，很难出板。说实话，只要这个八神不要再莫名其妙出下地啊，那就没有问题。这手站中腿一脚踢死，那看下一回合，比分2-1。小小这边压力山大啊，主要还是老肖这边赞助太给力了，对吧？看一下，老肖依旧是首选一个金叉翻当主力，两个随机。小小这边啊，运气不错，对吧？有个小草。好的，这时候雅典娜开始了。哎呦，但是完了，被升龙超杀，难受。哎呦，老肖这局越打越勇啊！把这老肖就好比征服者，没错，打的时间越长呢，叠的层数越高啊，收益就越大。小小感觉有点跟不上了，没错，我们只能为小小加油，给小小小小的加油一下。小草这手放真泽，但是一匹没动，非常稳。吊档这手能量闪身，升龙起手，保护奈落再泽，奈落敲倒。哎，小跳 B， 哎呦，这下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不够自信了，我只能说，对吧？本来该一顿狠揍的，结果自己没确认，那怪不了别人。哎呦，帅起来，前线小升龙，猜到你会动，各种的泽，但是老肖就是不动啊，没错，这确实没办法。你小草，你这没泄风就是臭气啊，对吧？没有破防的招，这手只要防着，那就没有问题，对吧？顶多吃你个普通头。也不是很伤，但是如果是八神这么进攻，那对手肯定不敢一直防，对吧？对手大升龙，李斯写的猴子，好的，哎呦，可以的，这波却反，但是没有接超杀。怎么说金加帆，哎呦，飞翔脚难受，这没了，跳地逆向直接收掉。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老肖太猛。